鲜鲜甜甜的吗？这不容易坏，好像是这种苹果。以往多了啲档摊啊，同埋多了啲花款嘢，感觉今年好像没有以前人那么多，好像是挺好的，可以买到蜂蜜什么的一些特产，吃吃喝喝呀，奶茶啊，冰激凌啊 ，coconut。因为是第一次来，还觉得蛮新奇的，就是说比较 interesting， 是很多不同文化的人，有很多不同的 booth 在做那个当地的一些文化的一个 presentation。你可以看看，就是很多人都会过来这边，就是看到底这里是一个怎么样的季节。我们已经参加这是第二届了，然后之前第一届呢，因为有很多就是我们这些 local 一些朋友，就是尝试我们这些食物。然后非常的喜欢，他们对这我们纯手工这种也是非常非常的钟爱。一个礼拜起码有一次的了，每天家里都常备苹果的。哎呀，没有一天，一个礼拜两个苹果，提供很好的nutrition， 就是一日一日一苹果，医生远离我。